这个佛门里常讲，师父临进门，修行人在个人。师父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师父啊，领我们进门的，修行在自己。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不能帮助你成佛啊，一定要你自己回头才能成佛。希望诸位有时间呢，一定要多听啊，决定有好处，常常听经，一定会有悟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祝福大家今年事事如意啊，法缘殊胜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新年好。今天我们要谈谈呢，学佛，学佛那怎么个学法啊？为什么要学佛？那么这些基本的问题都必须要认识清楚啊，佛到底是什么？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它的意思是觉悟，是智慧。觉悟智慧都是自己本来有的啊。诸位在华严经里面听得很多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你现在又要学佛，那你当然会成佛啊。就佛是什么呢？佛就是自己的本性，自己的本性本来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，无量的相好啊。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无量啊，是你自己本来去做的。大乘教里面有两句话，大家呢也都记得很清楚，叫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所谓的心就是心性，心性才是真正的自己啊。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个本来面目就是心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宗门里面所谓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那么从这些名词术语里面，我们就能体会到，所谓佛就是自信，成佛就是把自信找回来啊。我们六道众生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自信啊，把自信里面的智慧扭曲了，变成了烦恼啊。所以佛经上讲了，烦恼即菩提啊，菩提是智慧。我们烦恼无量不变啊，如果你要是觉悟了呢，无量无边的烦恼都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啊。智慧跟烦恼是一体的两面啊，像手心手背一体两面啊。迷了的时候是烦恼，觉了的时候就是智慧啊。所以烦恼如果真的断了没有了，那就那个问题严重，智慧也没有啊。这个道理要知道，
不是烦恼真的断了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转变转生死为涅槃，转恶为善，转凡为圣。佛法是叫我们做一个转变。那为什么呢？它是一体，都是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是不长不断，不灭不异。这是真的永恒的，现在很难得。连外国一些科学家、心理学家了，他们也发现，人每个人都是永恒的，没有真正死，也没有真正生过，没有生死。那现在我们迷失了的现象呢，认为身体那是生死，身体不是苦。他们西方人讲啊，身体里头有灵魂，身有生灭了，灵魂没有生灭；身有生死，灵魂没有生死。跟佛法所讲的还是差一个阶段。为什么呢？灵魂呢，没有出离六道，它还有个界限。出离六道之后啊，就不叫灵魂了，灵性。灵性是自己，灵魂已经受了染污了，已经是有染污的，我们在精神现象，它是染污，它不是清净的，灵性是清净的，佛法里面讲性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也讲性，你看《三字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那个善是什么呢？善就是佛法讲的无量的智慧德相，这是善啊！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！中国人讲一个善本身。佛讲的比较详细，中国人讲的含糊笼统，所以你会通来看呢，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。我们本来是善，这个要记住。一丝毫的恶都没有，就像啊，十善业道经上所说，你的心善、思想善、行为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，这个里头决定没有丝毫不善夹杂，这本性，这个就是佛，这就是你自己。那么你的本善现在在不在？在。诸佛如来看的时候，通通都在，一丝毫没有改变。所以你成佛了，你没有增加一点；你堕在阿鼻地狱了，你也没有减少一点，不增不减啊！这是你的本来面目啊！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？迷了，迷了自己，所以佛帮助我。帮助我们回头，佛对我们帮助啊，只是开示。这个诸位要知道，佛不能够帮助你悟入，不是开示悟入。前面两个是佛的事情，后面两个是自己的事情。所以说，佛不度众生啊，众生怎么得度呢？怎么成佛呢？是你自己去悟，自己回头，自己真的。佛给我们是个正上缘，清净缘你有，现在问题就是无间缘，跟这个所缘缘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所缘缘，你是缘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麻烦了，你是缘的这个。于是啊，虽有清净缘，清净缘不能现起，清净缘就是本善，清净缘就是自性，就是本来是佛。那我们所缘缘，今天一般人所缘的是什么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我们在讲席上常常讲的这十六个字。这十六个字
是六道轮回的根，所以你所缘缘的呢是缘六道，你没有缘法性。佛教导我们是教我们回头啊，教我们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我们现前所缘的，这个所缘是错误，是迷失了自信的啊，这是妄觉，不是真觉啊。回过头来把这十六个字放下啊，自私自利放下，名闻利养放下，五欲六尘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啊。佛教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怎样度过这一生，随缘自在啊，你就对了，你不可以攀缘。这个话说的很简单，意思非常的深刻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就是攀缘，妄想是攀缘，分别是攀缘，执着更是攀缘啊，从来不懂得什么叫随缘。佛陀对我们的开示在经典里面啊，最初的修学我们是依靠老师啊，经典我们看不懂啊，纵然你会读你会背甚至你会讲还是不懂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所以必须要老师教导啊。老师教导不仅是言教，就是身教。你看他是如何把经典教诲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那是叫那叫教啊，那叫身教啊。身教重于言教啊，你只听他的言教，你看不懂他的身教，你学不到东西。你一定要能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能够看出来，那你就得利了。为什么？你学会啊，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你什么都没学到啊。学得会讲，讲得天花乱坠，那只是学一点皮毛而已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老师教我们放下，首先放下什么？放下我执，这头一关呢，你要真干了，那就真修啊。修是什么？修正啊，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说法，错误的刑法啊，你把它修正过来呀 啊。实在讲呢，这个修正的标准非常简单啊，告诉你一个字，诚，真诚，你就学这个字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从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行为都不老实，都不诚实啊！你得学这个词，把这个词抓到了，你就成功了。那我们想，我们也很真诚呐，啊，我也是用真诚心啊。你有自私自利，真诚心没有？真诚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，真诚心里面没有好高骛远，真诚心里面没有丝毫的不善。你还有不善，你不是真诚啊！诸位要晓得，真诚是菩提心的体呀！啊，你看看《观无量寿经》讲菩提心，至诚心、身心、魂相发运心。啊，起心论里面给我们讲的菩提心，
实心、身心、道德心。啊，所以真诚心就是你的真心。啊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你就能感动天地鬼神，你就能感动诸佛菩萨的加持。啊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真心拿出来用呢？就用妄心。啊，用妄心就把外面境界扭曲了，就变成了十法界，变成了六道三途。啊，要知道原本的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就在此地。只要你用真心呢，现前你所看的是一真法界，现前你所看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你要问你什么时候成佛了，你一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你成佛了；你一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你成菩萨了。啊，你一看一切众生还很讨厌，那你就是三途。你看一切众生都很欢喜，你是人天。记住佛经上的教诲，境随心转啊，外面境界不是真的，是幻象。啊，随你的心在转，你是佛心，你见到就是佛境界。啊，你是人的心，人是无界，是善无界，你看的是人间的法界。你用贪心看呢，这个世界是魔鬼；你用嗔恚心看呢，这个世界是地狱。啊，十法界从哪里来的？你自己念头的变现出来的，与别人不相干，与境界也不相关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你不能不知道啊。佛给我们讲的句句都是真话了，半个世纪天天在这里磨，像那个磨刀一样啊，那个刀才磨快啊，不是一下就磨快了的啊，磨了几十年的时候才磨出一点锋芒出来了啊。那我们这个刀磨快了，要感谢那个磨刀石啊。你晓得磨刀石它的损耗也很大了。那磨刀石是什么呢？就是折磨我的人。啊，我要感激他了。啊，你比如说这个平常能看得到的啊，看我不顺眼的人。啊，回报我的人。侮辱我的人。那是羞辱我的人。这是磨刀石啊。啊，那么我遇到这些境界呢，没有一点点嗔恚心啊，不但没有啊，我和后长阿弥陀佛，我感恩他，感谢他啊。这个境界不现前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嗔恚的念头没有了啊？必须境界现前才知道啊。等于说我们天天在读书，这老师来考试啊，来考试很好，我都及格了啊。在顺境里面，善缘里面，不生贪念，都在磨。所以顺境逆境，善人恶人，通通都在磨练我，把我的贪嗔痴慢磨掉了，才能得到一个心平气和啊，那你生活就自在了。就方东梅先生讲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心平气和啊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学，从哪里学起呢？啊，我这个56年的经验，从跟人相处做起。如果跟人不能相处，我们就彻底失败。啊，你在佛法里头，
一点好处都没得到。为什么呢？你所得到的，那就是佛在经上说，阿赖耶识种了一个佛的种子。啊，现前你得不到受用，现前得不到受用，你想着往生有没有把握？当然没把握。啊，你要现前能得受用呢，那你可以说我往生有把握。这个道理不深不难懂啊。啊，六合敬能不能做到呢？当然能做到。啊，十大愿望能不能做到呢？当然能做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怎么不恭敬呢？啊，可是离敬的方式就差别。啊，那是什么？佛家讲的慈悲为本呢，这个是不变的。方便多门，那就不一样。方便就是表达的方式啊，不相同。啊，对于任何一个众生，表达的方式不相同，表达的内容完全不一样。啊，那就是慈悲呀，那就是真诚、精进、平等、真就慈悲。啊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。啊，你比如说是有善根的人，啊，表达就很亲切。没有善根的人表达怎么样？看到他来了赶快躲开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躲开他很高兴，我不躲开他很生气。是不是啊？我避免他生气，我避开，我躲开，让他欢喜。表达的方式方便有多门啊。啊，那所表达的通通表达的是真诚慈悲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要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啊，这个服务呢，就是佛家讲的度众生，那个度就是服务的意思，来帮助他。啊，你看服务，这是慈悲的作用啊，起用啊，方便也是多门。啊，有人愿意接受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做；有人不愿意接受。啊，不愿意接受，我天天给他祝福，我天天给他回向。啊，虽然他不知道，啊，我也不希望，不是一定要他知道，他将来会知道。他哪一天一下开悟了，哦，你看某人在我糊涂的时候，他天天给我祝福，哎，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了，现在他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修身在个人呐。啊，这个佛门里常讲啊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身在个人。啊，师父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师父啊，领我们进门的，修行在自己。啊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不能帮助你成佛。啊，一定要你自己回头才能成佛。啊，希望诸位有时间呢，一定要多听。决定有好处，常常听经一定会有悟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今年事事如意啊，法缘殊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